帮助。那我们讲的去救人啊，自己死掉啊，这叫损己利人。我们讲的英雄啊、烈士啊，全都是这样的人嘛。第二种是什么？利己利人，对我好，也对你好，也对别人好。我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对我好，我也对别人好。要不然做生意，正规的生意，你需要的东西我卖给你，我赚到钱，你拿到你需要的东西，这种是利己利人嘛。第三等是什么？第三等是损人利己，对别人不好，对我好。这个现在很多了，是不是？第四等是什么？损人损己，对我对别人都不好，最下等。那我刚才讲，你做那些事情不是损己损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做？听不懂？老师一般的说，现在就是爱发大发言，就是做那些东西的，就是并没有比以前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能做更好的。没有，他们有可以拍照，以前的人没有。对，我讲过嘛，我在纽西兰碰到一个猎人。碰到一个 hunter， 一个猎人，他在森林里面，他一辈子当猎人，他在森林里面，他不用 compass， 他不用罗盘，他在任何东西知道什么地方是北。他是猎人呢、啊，是。我吃了他猎来的野猪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猎人，那个猎人他不是光打猎，他自己也会变成猎物，野兽也会 hunting 他，所以他们那个感应是非常强的，他们的感应力是很强的。但是他做这个是为了玩吗？他为了生活。因为他都是住在森林里嘛，可是现在的猎人不是，现在的猎人是好的装备，大家围着开着车去到那边，他不担心他被猎，跟现在打擂台一样嘛。我只关心跟对方打嘛，我不会在意，我不会去顾虑有别人在我打你的时候，别人会来打我。他不用顾虑这个。听不懂，所以跟那种为生存而打斗、为生存而做事情的人完全不是一样的啊！啊，这样不懂。我想，我想给他，就是请资源，就是来跟他请求生，这也算报仇。求生的，就是、他求生，然后他有些其他的活动，然后就直接是国外求生。那个不会是真的吗？那不会是真的。有一个，比方讲，我看过一个，他到一个岛上去，那个岛上面是那个什么龙啊，什么龙的岛？大龙，对，那个岛，他去吗？他去晚上的时候呢，晚上就碰到他被咬了一口，他爬到树上去，去躲，咬一口，而那个龙的口水那个毒太多了，是不是就挂掉了？所有的这些你看到的，他有一个团队的。他有一个摄影师的，可能有好几个摄影师的。你常常看这种影片，你要去看摄影师在哪里。有时候还不是一个摄影师，他的镜头有好几个，所以他不是真的嘛，晓得吗？就跟我刚才讲要横渡奥多沙漠的这个女孩子一样，
本来他是一个人要很远，可是没有钱，人家就跟他讲，你去跟那个地理杂志申请，地理杂志就付他钱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我要派一个摄影师来，好吧，就派一个摄影师来，摄影师不是跟着他走，摄影师是开着车，在这个点哦，拍几张照了哦，我开到下一个点去等你。懂不懂？所以我说他其实早就应该死掉了，因为有别人开着车提供他水啊、食物啊这些，他才可以走完。当然是很辛苦，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他已经死了。懂不懂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处境下面，我们去做那个事情。你现在来讲，不要说别的嘛，你随便在生活里面你碰破一块皮，你不要治疗，你看看是不是它就开始发炎嘛，发炎你就开始发烧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们现在都不会想到吗？你去登山，你去 surfing 都不会想到吗？就万一有事情，万一有被一个 cut 的话，怎么办？当然有带药啊。对吗？你带药吗？对。如果比较大的 cut， 那就下山了。啊？那就赶快下。打电话叫直升机来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怎么叫做野外求生嘛？听不懂？你的心里已经不是野外了嘛？晓得吗？你去做那个事情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资源在那边 supporting 你，这不公平吗？听不懂？我说他们想突破自己，去参加这个。好了，讲多了，这所以不要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去想那个意义在哪。啊，你要睡觉起来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？你累积出那个能力是对自己的将来的发展或者对别人是有帮助的，是有意义的事情。能力一点一滴累积出来，就算再小的能力没关系，你累积出来，你变成一个专家，你变成一个有这个方面的专门能力了，你这个能力是对别人有用的，对社会有用的。这种事情你去学，你去做，以后你去登山，你有登山经验的，你去申请当那个巡山员，这很好啊，是不是？你把你的能力用在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上面，这样就好，不用去再挑战了。晓得吗？不用了，现在的山没什么好挑战了，都有路走。有路走的叫什么挑战？不是啊，我觉得我很多朋友也不是就是挑战，就是你想做那些事情，都是你平常生活上的问题都会。